台南应用科技大学为着因应社会人口高龄化以及服务高龄长辈，该校开设了多元体验活动，有舞蹈体验、艺术品制作等课程，让长辈透过学习交朋友，活出上好的家己。在成果展当中，六零大学阿公阿嬷在舞蹈老师的带领之下，跳出上夯的歌曲，当然也跳出家己的活泼甲热情。画面上，一群在念大学的阿公阿嬷，随着时下上流行的音乐，在舞蹈老师带领之下，也跳出家己活泼热情的舞蹈。这是台湾应用科技大学所开办的丽林大学，今仔日校内举办成果发表会，邀请东桥里、大桥里、盐亨里、盐巷里、光复里甲大湾地区里面以及里长等人到场参加。校长杨振宏表示，为了因应社会人口高龄化以及服务高龄长辈，该校开设了多元体验活动，有丽林文件舞蹈体验、兼油纸背带制作、背电创意等课程，来让长辈透过学习交朋友，以活出上好家己的生活。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办理成为全国最好的乐龄大学。那全国最好的乐龄大学，就是要照顾咱在地的台南地区的这些乡亲。所以相同的，我还跟恁李长讲，你若把家老的照顾好，你就安怎？动算了啦，对不对了？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因为我们这乐龄的人口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所以李长，恁两个李长要搞个当做你们先行的政策，啊，你听，啊，要执行呢，找我们南英大，我们就配合。因为学校一直以来对这些，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资源，然后我们也希望善尽的这个社会责任，然后照顾好安台南的乡亲。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进修推广中心表示，该校办理丽林大学甲推广教育课程，最主要让在地社区长辈做伙重温学生生活，培养退休后第二专长，让学习的心永远保持，来达到永保安康、健康久久。记者萧正伟、尹匡区采访报道。